水浒十大经典名言第十，招安招安，招胜鸟安。话说宋江当了梁山首领，众英雄排定座次，聚义厅改名忠义堂。宋江一心想引领众好汉回归朝廷，忠义堂摆菊花宴。宋江酒醉后写出：即兴赋得《满江红》一首，唱与众家兄弟听。当唱到：天王降诏早招安，新方足。李逵大喊：哎呀，怎么老是招安招安的？哼，招个什么鸟安？李逵居然说出如此反对的话。对于反对招安而敢怒不敢言的众位好汉来说，李逵这句话简直太霸气了。他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既忠心于宋江又不想老老实实追随朝廷的人。在他看来，为什么宋江不肯再见朝廷？李逵是反对招安的代表，他的悲寒出身和痛苦经历，致使他对梁山起义最为支持，思想也最为彻底。李逵的语言、动作和那种愤怒，都是反对招安最好的诠释。以上内容，个人之见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敬请大家关注和评论。